摩羯台风昨天下午登陆吕宋岛，气象署预估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。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署预估了今天晚间到周四，包含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地区、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不定时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。周五开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雨势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。得注意的是，依照各国的模式分析，最快周五又会有另外一个台风生成。不过它的路径以及对台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。